支持者伸手击掌，高呼动算热烈欢迎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选战倒数八天，前往屏东六堆造势，展现客家乡亲大团结。不管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，都抹黑民进党黑金贪腐。可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得到，在全国各地都跟牛鬼蛇神站在一起。才刚回答完第一题，赖清德忍不住轻弹，还有点烧瞎，即使抱病造势行程照样跑，为巩固回南台湾的票仓，从屏东到南投一天内要跑八个行程。可是以跑台湾已经跑第七圈了，我是最认真的一组。同时这个选区也是蔡英文总统以及苏贞昌院长的故乡，也是过去民主的圣地，我对乡亲也非常有信心。只是面对万里老家争议，前一天遭新北市府突袭式丈量，却被说没人到场配合，赖清德亲上火线说明。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交给代理的律师，还有地震室。过去新北市政府也都是通知他们，为什么这一次没有？在选前这种小动作大可不必了。选战倒数，赖清德直球对决，说清楚讲明白，更用行动证明全台跑透透浮选力拼国会过半。三立新闻国福县林政和罗佩玉黄云帆屏东采访报道。